你放心，我姐装的冰块还没进来啊，还没进来了。 这么好，今天妍希这么已经无在啊，我都代替伊照顾你。你嘛甲我当作妍希，无花无花。你嘛讲过，咱是一家人，你莫怪我自私，因为我真正就需要你。 我无想要阁过迄个性条代志啊！嗯，妍希，肯定，我一定会代替妍希，我照顾你。 但是我也多继续，你可以爱，要唔过我爱你，我是绝对袂离开你的。天天，我做你的情人好不？ 哎，堂弟，那你这样，歹势我叫我昨昏沉醉了，我昨昏回来了，了你啥拢袂记啊？我真正我一点仔印象拢无呢。歹势，我先去整理一下。染上的结果，病人确实有受到强迫性性侵害迹象啦，我嘛已经做好染上的报告啊。啊，恁若阁有其他需要，再阁甲我讲。 死啦死啦死啦！死就装个，就装个无想的代志哈！你安尼做，也许有当下无当，拢是对不起伊。啊，伊若命大当下咧，你是不可能面对伊切。啊啊，伊咧，你是不可能面对你。哎，好心来甲照顾囡仔，你个糟蹋，你个一个糊涂，你是个，你是个啥物啊？你啦，莫阁怕啦，这头袂到完全拢怪天顶。昨昏天顶啉酒醉啊。
啊，我要出门的时阵，提妍希的外套来穿，可能是安尼，伊把我当作是妍希啦。啊，伊安尼吼，唔是反白妍希，只是受过思念伊啊，我袂怪伊。天定，我介意。你讲啥？承认这种代志，对一个查甫人来讲，足伤自尊的。啊，不过我一定要讲，予你知影。即阵啊，你失去妍希，托尼一直来找我大哥弟，咱两个人互相照顾，互相扶持，甚至你为着要保护我，无顾你家己的危险，把托尼赶走的时阵，我就发现我慢慢啊喜欢着你啊。顶礼拜五去啊，虽然你最近唔知影人甲我发生关系，啊，不过我心内是接受的，所以我才会甲你讲，我嘛唔对，请你卖阁自责啊。你哪会当呢？你哪会当？丽玲，是的，我老天顶这世人，我若爱妍希尔，我无可能就接受第二个查某。可是，迄天暗时是我啉烧酒醉啊，迄天是我唔对。啊，不过若亲像我讲的，我会当给你回失的顶顶的，不过我真正无法度用其他的方式来回报你。我知影，所以拄只我才会讲，我根本。无想要讲出来，我嘛唔敢唔忙，你会接受我的感情。我只是干那希望，你会当卖阁自责。老天兵，这地头你是真正个酒鬼啊！你都唔是讲来叫酒害死的。遐咪竟然醉到，把丽玲当作是妍希，唔才发生这个代志，我真要糊涂，我就该死了，我去！这辈子到底要搞我哥哥，到什么时阵才甘愿啊？我一定要赶紧来赶走，啊，若无，让伊一天到晚来乱，到时阵天明知影，伊刚发生关系是我骗伊的，安尼就害啊！是恁欺骗田丁，你觉得田丁根本无安怎？你玲玲哪会通安尼啊？伊田丁的个性，这种代志一定足自责、足痛苦的，你哪会当这么自私？我一定要赶紧想办法解决。妍希已经离开啊，我要霸占田丁。刘丽川，我要跟你用。丽玲，你想我妈想讲想胖，搁想要甜点，阿那无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伊若是知影你是一个傲来啊假捧过的查某人，伊更加不可能爱你。你即摆是咧后壁讲啥？好啊，那呢，咱来问甜点啊，林甜点啊，你敢知影这查某人前几工到我这古精灵做啥？我甲你讲啦。我两个哦，你就分手！你这潇洒哦！你敢要比他去打你嘞？你，你谁你？丽玲，王丽玲，你竟然用这款卑鄙的手段对我，宋丽红，哎！你不要叫啊！别跟我叫我动刀了，叫叫别呀叫！喂，田丁，你生气啊？什么感觉怎？无代志，你有受伤无？我无啦，我无代志啊。无代志就好。
哎我，你先说。无啦，空气在疼。哦，啊对啦，当初啊医生哦在甲伊提空气的时阵啊，又讲啦，好加暂时讲介严重啦，啊毋过需要好好静养啦。啊，真正歹势啦，啊为着我，你毋再受伤啦。托尼，大家来找他我的时阵，你拢会替我挡，啊，我替你挡一刀，算是报答你了。无啦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为着来即马好好情况就对啦。啊对啦，我已经报警啦，啊警方即马要抓托尼啊。等托尼去互抓了了后，我会出面作证，是托尼啊想要伤害你，伊去互关，到时你就免惊讲哦，托尼过来找你麻烦。安尼就好诶，安尼我就唔免烦恼托尼去找你的麻烦啊。我嘛唔免继续一直待在恁家受你的保护，给你添麻烦。无啦，你就莫安尼讲，莫安尼想啦。也是讲，就算你出院，你即马有空嘴哦，做别项代志拢无方便嘞。我看你还是继续待在阮家啦，安尼哦，我甲阮爸哦，较好照顾你啦。啊，唔过我待在恁家是要替你照顾丁宝呢，安那会变成是恁照顾我？哎呀，不要紧啦。啊！那你倒你就退退条条，你动啊！你这温情，我一定害。安尼啦，我咧讲，啊，无你吼，就交天顶照顾，哦，爱顶宝交我照顾，好不？哦啊，莫想啊多，好啊好啊，尽量的，吼。安尼感情是袂甲恁添麻烦。袂啦，讲客气是咧。我跟你讲啦，惠弟，你即摆好啊，尽量，吼，即摆身体上重要，吼。天顶阿伯，多谢你。不要啦！哎，好啦，我去过啦，行啦。阿姨，我扛水来买鱼汤，买鱼汤。哦，好，啊，该买鱼鱼汤。我的计划若是成功，后一步就是要甲阿伯赶走。安尼就无人会叫了我甲天顶培养感情。你竟然想要利用天顶对伊的信任，甲天顶的信任，去欺骗你的感情，我一定要让你受到教训。哎，两百人敢有透懂啊？哦，当然嘛透懂，而且我刚刚找临时演员呢，应该是咱骗过丽玲啦。小姐啊，小姐，你稍等一下，听我一句话，啊，若无吼，你有性命危险哦。我咧运动烦恼，面色泛青，应该是许恶鬼缠身的现象哦。啊，你想要骗我的钱，敢袂免麻烦你编一个较新的台词？真正有一个查某鬼甲你对调的啦，你若不相信哦，我会再形容给你听啦。迄个查某鬼哦。甲你同阮变少年，啊，身官哦，啊，差不多安尼啦，啊，生得水水啊，啊，但是哦，心肠足惨的呢，应该是哦，拄着爆炸性死去的啦，可能哦，是你熟悉的人哦。啊，你甲我讲这要创啥？你要替我抓鬼哦？我讲你无要骗我的钱。唉，真歹势。这个查某囡哦，伊是冤枉死的啦，真歹处理，我嘛无法度啦。我干咱苦劝你哦，莫阁做亏心事啊啦。啊若无哦，我都请这个查某囡离开啦。我话就甲你讲到这啦，其他哦，靠你好自为之啊。这个算命师竟然无跟我讨钱，敢讲伊毋是有白讲要骗我的？给，紧存钱先给伊。哦。你无实在号码。丽丽，你莫叫是讲我毋知影你做诶代志。你若是唔肯回头，继续做无应该做的代志，我是无可能原谅你的，严师。
放手。